王诗龄拍摄广告，休息时坐在李湘的腿上，近照差点不敢认。说到娱乐圈里面的一些明星和子女也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，提到王诗龄的名字，相信很多人也是十分的熟悉了吧。自从和父亲王岳伦参加了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个节目之后，也是成为了人气很高的星二代。在平时李湘也是富养的教育方式令人十分的羡慕，有时候李湘也是带着王诗龄出席一些时尚活动。对于王诗龄从小就被宠成公主一样的生活，也是被网友认为李湘高调的炫富。而从近日网上也是爆出了王诗龄拍摄广告的画面，可以看到扎着哪吒头的样子十分的可爱。从远处的镜头来看，王诗龄长高了不少，也似乎胖了，差点不敢认。在休息的时候可以看到王诗龄也是坐在了妈妈李湘的腿上，从这个画面来说也是能够看出来王诗龄像爸爸王岳伦多一点。